普奇和蜂窝。啦啦啦啦啦，今天我休息干什么好呢？是波利，斯库比也在啊。还有啊，去郊外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蜜蜂，注意不要随手乱扔甜食，也不要随意触摸蜂窝。记住了，波利。而且呢，蜜蜂喜欢黄色，斯库比尤其要多加小心哦。好了，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。谢谢波利。那大家快上车吧。坐好了，我们出发喽！啊，去加油喽！波利，你好，斯普奇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听说小朋友们要去郊游，就赶过来给他们讲一下安全守则。郊游？哇，我也好想去郊游。波利，我们也一起去吧。啊，虽然我也很想去，但是我还得工作呢。真可惜。那斯普奇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对了，这个季节呢，蜜蜂很多，你也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再见。再见，波利。我也好想去郊游。心动不如行动，现在马上出发去郊游喽！哟吼！我得把它弄掉。小娟，住手！海丽，没有防护就去捅蜂窝，太危险了。是吗？蜂窝就交给我来处理吧，你先回屋子里吧。那好吧，谢谢海丽。不客气。布鲁诺。你好啊，斯普奇，有什么事吗？布鲁诺，我们去郊游吧。郊游？今天不行，我有些工作必须今天完成。跟朋友们一块儿去郊游才有趣嘛。那没办法了，你先忙吧。再见。你们别跑啊，我是想带你们去更好的地方。海丽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用了，罗伊，马上就好。我回来了。波利，在干什么呢？蜜蜂在屋檐下筑了一个窝，海丽要把它弄掉。最近几天蜜蜂经常出没，接到很多求助电话了，没想到这里也有他们的蜂窝。弄好了。辛苦了，海丽。蜂窝都已经被安全地拆除了吗？不过有几只跑掉了。都在呀。都忙完了吧。有蜜蜂。小娟，快把饮料扔掉。为什么？快走开！我的鼻子。你没事吧，小娟？天哪，它被蜜蜂蛰了。蜜蜂为什么突然跑来围攻我呢？都是因为饮料。蜜蜂喜欢有甜味的东西。还是先拔掉蜂针，赶快涂一些药膏吧。好吧。走走走走走啊，走走的东，走的西，走。是蜜蜂，你是要跟我一起去郊游的吗？太好了，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啊。蜜蜂，等等我。你去哪里了？快出来，跟我一起去郊游吧！出来，快出来！甜甜的味道。
怎么这么多蜜蜂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什么声音啊？快来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斯普奇被蜜蜂盯上了。小娟，怎么样了？你好点了吗？按照你说的，拔掉风针，消了消毒，好多了。那就好，谢谢你，安巴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不好了，一大群蜜蜂在追斯普奇。怎么回事？朝广场方向去了，后面跟着一大群蜜蜂呢。好的。我这就派救援队过去。还是把斯普奇和蜂群引到郊外比较好。嗯，海莉，你先过去，把斯普奇带到十四号公路那边。嗯，好的。罗伊，安巴，抄近路走吧。好的。好的。斯普奇跑哪儿去了？救命啊！在那儿呢。斯普奇，斯普奇，海莉，别担心，斯普奇，救援队马上就来了，镇静一点，跟我来好吗？有蜂群来了，请大家让开。往这儿走。在那边等他们吧。海莉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马上就到。好的，罗伊，准备好喷雾器。海莉到了以后就驱散蜜蜂。好的 Polly。 斯普奇加油，马上就到了。好的。我们来了。来了。罗伊，开始行动。累死了。你们看，蜂群又飞回来了。因为斯普奇身上沾了蜂蜜，蜜蜂又被它吸引回来了。罗伊，快帮斯普奇把蜂蜜洗掉。好的。有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好了。现在可以了。嘿，蜂蜜在这儿呢。没错，这里。波利，我把蜂群引到安全地带再回来。好的，小心一点，海莉。这下终于得救了。
幸好没有出什么大事，斯普奇。是啊，斯普奇，你居然敢招惹蜂窝，差点就出大事了。我只是想和他们玩玩而已，谁会想到他们会攻击我呀？斯普奇，蜂窝这种东西可是不能随便乱动的。如果别人破坏你的家，你也会感到生气吧？蜜蜂们也是一样。如果有蜜蜂靠近你，要待在原地，不要乱动。如果乱动或者吓得到处乱跑，蜜蜂会以为你要攻击它呢。还真是要多加小心呢。在玩得开心的同时，还要注意安全呀。知道了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蜜蜂，你去哪儿？跟我一起玩吧。斯普奇。我又忘了。